Hello， 大家好，张小车啊，今天呢带大家来逛逛 CarMax， 然后是路过来里边逛一逛，看看他们的车到底是不是确实都是没有修复过、没有事故的车啊。遇到了、发现了就说一说。那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像这种车啊，斯巴鲁 WRX， 还有这个 Sign FRS， 或者是斯巴鲁 BRZ、丰田86这些车，这些车都是事故车的重灾区啊。全是玩车激烈驾驶的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个车，他看这个车漆啊，你看这一边是镜面的啊，像镜子一样，你看过渡到这面就变成麻面了。哎，这就是没有进行抛光处理，表面没有处理好。你看这面是圆面漆，对吧？哎，如果说想要较真一点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拿漆墨仪来试一下啊。啊，这正好也是金属的 bumper。93.39。再看这个啊。230多，看到没有，这明显就是重新喷过漆或者是打过腻子啊。应该是重新喷漆过。你看这都400多了啊，看吧，这门都400多了，这完全不正常的啊。大家看这个面啊，明显就是做过漆的啊，车身做过啊，打过腻子做过漆的，这光泽度亮度都不对的啊。我们看一下这车另一面啊，哎呦，你看这腻子粉都掉车灯上了，看没有，这活让他做的。你看这一面啊，哎，125，这就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哎，195，稍微高了一点，170，你看这就差不多是正常的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说这个车一定是驾驶侧这边，哎，还比较正常。那副驾驶侧呢，明显有过重新补土或者说重新喷漆的痕迹啊。哎，你主要看这儿非常明显的这种水波纹、橘皮，嗯。那么看一下这个车，大家看这个车做漆的痕迹，看吗？重新喷的 bumper 都没有喷好啊，把这个漆都喷到这个灯罩上了，这个 tail lamp housing 上了啊。你看这漆，喷到这个灯体上了。你正常这个东西应该拆下来再喷的，你知道吧？好多 body shop 或者汽修店图省事儿，他把这个拿贴纸给贴上，贴上完之后呢，他在这上面喷，但是这个纸呢粘不严实呢，就会把这个车灯给喷上，啊，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，是吧？然后看一下隔壁这个车，隔壁跟它同款啊，哎，你看这是很清晰啊，灯就是灯 ，bumper 就是 bumper， 车体就是车体，这三个件儿啊在这里交汇于此，对吧？但是这个车。哎，漆都喷到车灯上了，对吧？喷都没喷好，装位置都装没装好，看这大缝子。你看正常的缝隙很均匀啊，这个是正常的啊，同款。这个后边 bumper， 至少后边 bumper 喷了，而且还喷的工序做的不是太好。你看这块也能证明啊，嗯，一般撞击不会撞到这儿的啊，不会蹭到这儿的。而且你看这个车灯，它应该是一个平面的啊，这两个是应该一个平面的。哎呦，你看这做工做的，你这个后备箱这个线条都没对上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修的啊，你看这块，你看咱再看个正常点的车啊，这是平的啊，这是原厂设计应该装配，原厂装配应该有的样子啊。哎呦，我刚才从这边往这里边看了一下，原来这里边也修了。我刚开始还以为只有个 bumper 呢，啊，我以为只换了个 bumper， 但实际这里也修了。这里修就要好好查了啊！你这后备箱追，如果正常追尾只蹭到后边，啊，只蹭到后边，其实不影响开啊，只影响价格的，不影响开。但是你要把这个 quarter panel 或者说这个后备箱也牵扯到了，这就要具体分析了啊，要具体看。像这雷克萨斯啊什么的，沃尔沃呀，
啊，普遍开的都比较柔和啊，普遍啊。哎呦，这谁停的车呀？这太有技术了。啊，像车这个东西啊，有一些小事故啊，磕磕碰碰啊，这都很正常啊，在所难免的，对吧？人在街上走路还能互相碰到呢，你车开车啊，肯定会互相有一些小刮蹭，对吧？甚至说有一些事故，这都无所谓啊。它最主要的呢，就是知道这台车的真实车况，啊，什么车对应什么价格，对吧？就比如说这个车，哎，你看这里啊，补了一些漆，有一些小刮蹭啊，对吧？这也不影响开，对吧？甚至说有的车它被追尾了啊，换了一个保险杠啊，比如说啊，它可能后保险杠这个覆盖件被撞瘪了。甚至说里边的泡沫 reinforcement bar 被撞断了也无所谓啊，也不影响这个车的日常驾驶啊，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的啊，只要装上修好了就行了。但是呢，它影响这个车的价格，它影响这个车的市场行情啊。所以说大家无论在谁家买车啊，一定要检查好车。我来 CarMax 呢，只是说 CarMax 有这样一个条件啊，提供这么一个大场子来给大家看，来给我们随便看。你看我比如走到这儿啊，我看我的反光在这台车bumper上就很模糊，你看到吗？大家看这个树影子，对吧？很模糊。那你看这台车啊，换一个同样的角度，看上去很亮，就是一个镜面的，看到没有？你像这个车它就没有抛光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漆啊。但是你看它的 fender 啊，它的 fender 又变成亮的镜面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是正常的。主要呢就是看出真实车况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事故车有事故车的价格啊，它也可以开，没有问题。哎，大家看那个灯，这个是正常的啊，这个是随着岁月磨损正常的一个现象啊。灯面没有之前那么亮了啊，这个 lens 叫镜头吧，叫透明灯罩，已经没之前那么亮了啊，这是正常的磨损现象啊。那这边也正常，如果你发现有一侧特别亮，另一侧比较暗，而且这个车呢又是上了一定年纪的，对吧？六七年的车啊，亮的那一侧一定要重点检查啊。这是我看到一台上了点年纪的车想到的啊。哎，你看这个车啊，我就感觉这个不够亮，不正常啊。哎，你看这个漆，看这个喷漆痕迹都喷到这黑塑料上了，看吧，那前bumper肯定喷过这么多。这么多油漆粉尘，看吧，明显就做过漆了，前bumper。哎呀，你看，喷到这个黑色这个前脸上边了啊，这个 front grille 吧，应该叫 lower grille， 这一体的，啊，那做漆痕迹，这前bumper。哎呦，这喷的什么呀？这是这我还往这看更细的呢，是不是？我还往这缝里看呢。这么明显，这活做的，主要是 CarMax 这个资源太好了，比较开放啊，我可以在里边来回逛，也没人管我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车啊，看这个车这个角这块反的光就感觉不对啊，你看仔细看，看它这个漆喷 bumper 这个漆啊，已经喷到 fender 上了啊。啊，这个bumper应该也动过。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你看啊，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发现这个 WRX 已经有人有购买意向，几个年轻小伙子。这个车有没有问题，就看他们怎么看了，对不对？